快介绍一下这私密对话里的大概内容。大概内容啊，就是我们当父亲的一些感想，父亲当外男的一些诚心，以及歌颂老婆的大恩大德。他有看过，之前有看过，有没有感动？我不知道。他一边在看电视，一边看我，就是看，感觉应该还不错。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说告诉大家，就是一种不要去一味的假意的包装，包装一味。那你不好的部分是？那你可以举例。他觉得他的身材还不够好，所以这件事没有办法去做的样子来跟大家解释。这次我们还要再加油。下次可以。那你人端的部分可以吗？我们刚才有聊这个话题，他说，老婆说可以。老婆出货，老婆出人。有人在书中有互聊一些爸爸经吗？你用互聊什么？其实我们只要碰面就会聊一些家里的事情，要么是工作上的事，要么就是家里的事。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可以追，对，所以我们两个只要碰面，大部分都聊这些事情。当爸爸其实遇到的问题其实都差不多。小孩的教育，小孩的身体这是最重要，然后家庭的责任。做一个十二年，跟大家讲一下说，不要一味的正面方面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男人是不好。好男人跟坏男人差别什么？男人都是坏，没有好男人。实际上面其实你感受到正面的时候，面对的事情，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感受正面的。我觉得一线之隔啦，就是你要往什么方向走，其实就是这样。我觉得现在男生跟女生其实都不好当啊，爸爸妈妈都不好当。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多忍让、多宽容，对对方、对家庭，然后牺牲。那我觉得我男生可能对这一点还是一直在学习。我觉得当一个爸爸是要身教。我觉得有时候那些你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，我觉得那个是言语形容不上来的，那就是你自己怎么做，小孩就会跟着你怎么学，那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。我儿子这一次的表演当中呢，他也有参与，他的爱拳我觉得也是他。你们觉得自己哪方面可以再加强？怎么样把小孩子带到这个内容来学？好看，帅。然后这些想一下这些想法。其实姐妹她是一个，我觉得她是一个蛮有创意的网站，所以我也想说，父亲提到，虽然她是个女性网站，那我怕男生会觉得好像你们就是很女权。帮男生做一些事，所以我觉得父亲节到，我想做一份特别的心意，就找到了好朋友江友国，然后跟我老公一起拍。那这个 idea 其实六年前就有了，那我就跟他们说过了。只是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时机。那现在水到渠成，两个也都当了几年的爸爸，然后来谈父亲节聊，我觉得也蛮喜欢。这两位爸爸分别代表什么？他们俩居然是一样的爸爸，就是大家会觉得以他们外表来说，他们足够可以后宫佳丽三千，但是他们却就是死守一枝草，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又是不可能 unbelievable， 就是这么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当一个坏男人，却死守家里当一个好男人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很辛苦，很值得被表扬。当然，我觉得台湾社会有很多好男人，需要更被看见，更被鼓励。所以这个特质也是姐妹淘网站的阴谋，就是我们要鼓励男人这样做就好，所以我们就要一直表现，这样我们功课很大。其实江武是一个非常和善、很 nice， 然后脾气很好又很热心助人的人，所以因为我觉得做事看缘分，所以他觉得很投缘的时候，他就两肋插刀，他都愿意。